的不咯。管哪个讲级，接强化就接强化射击之后就可以争蓄力斩了。对啊，就是那个石头丢完就争取力了，就这样子而已，啊，这么烂其他都没有。的。哎，还有那个就是争蓄力斩的第一下有暴击，第二下又增加25%伤害。你看，改那么强，长枪什么都没动，跟垃圾一样。把他那个先蓄力的那个攻击时间有变短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安安，偷开台了，看猫可换以的道大具，金可以装，不用三看的啦，看我的啦。个。哎、欸，猫之翼，你那样会掉斩掉很快吗？他没至差吧？少，他是跳跳忍者呢。感觉你那个直斩白斩锁不住人，马上就掉下来。大概砍，正蓄力砍着六次就要抹刀了。如果没有降的话，两次就没你看破怎么不撑到满一点啊？哦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不要理我，我是配装白痴。没位置了，呵呵，那么，没有好的洞戏就那剧么多组，了。我懂。位还置敢没有捡好。石头啊？前面明明就有水苔可以捡。水苔。水球罐了，对不起，是不是现在要呛我啦？没有啊，我一个问句，水水苔苔，有没问有？声号，音上扬，问号，水苔，水什么东西？草，新的物品吗？哎、欸、靠边呐、啊！怎么到我这边停下来、欸？你是不是不行啦？都会忘记穿衣装啊。哇！剑切还是蛮无脑的，只是判定被改短了而已。对啊，变更短。可是，一样是切了掉那个导死啊，一样可以多掉。它让你的那个蓄力槽的判定变短而已，一样还是蛮无脑的啦，还可以。没有改很烂。我还是宁愿用剑切，不用那个呢，拔刀聚合。对啊，我也是喜欢剑切。我拔刀聚合太想用，导致一直被打。哦，我还是要看状况。哎、欸，不公平啊！他能像？鱼龙一样把他身上的血用掉吗？可以啊，啊，怎样？他有什么？好种种吵，我就是打掉。是啦，我是说，我知道你的意丢东思啊。西啦。等一下，我怎么他被声我音那的么话，大重点是我，没有，听不到你的声音。好了，听不到我的声音。没有啦，魔物的声音太大了。你为什么跳那么大？没有，刚刚就是在那个用蒸汽那个啊，热什么汽那个的啊，在抽奖，哦，啊压着又很吵啊，就先把魔物的声音全部关掉，合理吧？合理啊，非常合理。对啊，哗啦，哗啦！哎、欸，跑掉了，垃圾！你说谁垃圾？我说那只鱼。
大吉，可怜呐、啊！冰冻，可怜呐、啊，可怜呐、啊！鱼，好大的鱼，好大的普温鲨鱼，不是这样唱吗？我唱，我只是这样唱啊。游戏人设歌不是吗？对啊，我知道旋律，可是我不知道歌词。对啊，鱼，好大的鱼，普温鲨鱼，让我劈再走。真虚力，哦，做的不错。给你看我的发光鱼，星星。哎、欸，我没吃错、啊，我吃错了。哇，玩冰原最主要的大件就是这一把、啊，拜托，拜托，好看。我看人家有这一把就想要，要跟妈妈讲，每个人都要一把。一看到跟他们讲说要不要打这个啊，有鱼耶、欸！我抽一下没看到多少哦，1300多。你1300多？对啊。你1300多？对啊。可以到1300。金猴是什么时候可以抓？金猴？对啊。就是我，就不要暴风雪啊。就是暴风雪，有没有白天晚上的？没差没差。你去看我魔物第一集，我马上抓到温泉金猴。你的魔物第一集是？怎样？1月10号的记录档。好、哦，我想看你这个什么第一集话在哪一集？温泉金猴 get。金猴是两个温泉都会有，对不对？只要温泉都会有啊。来去看看有。我现在就去看。我又再跑回去看。怎么现在没有？刚刚有。去另外一个帮你看一下好了。呜呜没一弄啊，江江总不在啊，帮你玩接歌大赛。江江能接的歌很少，好不好？可昨天都有啊，都接得到哎、欸。那刚好那些都 get 到了，就那个年代的歌都可以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是要看。哦、真的、哦，听的歌真的非常少。那边没有吗？嗯，没想到跑过来了。我看那边了、啊，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在这边吗？五号跳下去右转，就两个温泉而已、啊。金，萧鱼鳞。金、啊，没有。谁？影影安安，贝贝安安，纯子银安安，阿贝安安，金安安，夜夜安安，还有谁？詹乔治安安，老巨安安，高宏杰安安，还有谁啊？酷，没有，你们这些猴子。B 口安安，羽翼、啊、跳安安，萧远安，王雅金安安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鱼来了啦！不是啊，我在抓猴子，那个蜜蜂叮我，我直接整个人趴在水里啊，快不能呼吸耶。二号没有，这叫什么？细鹤。啊，劈不到！我找不到猴子。快点，快点，不然等一下有的又说我们在躺真的。我没关系啊，我也去找我的东西啊。好、哦，没有人在打鱼了。我在打、啊，没有要打，我就去玩我的啊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样很好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南北菜虫一起串联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干嘛？你所以猫之影现在对我有意见了哦？没有啊，你们总会有意见嘞。他觉得你是菜虫。我觉得是哎、欸，我不要想当米虫。可以吗？哎、欸，这边不错，转身哇，不动一转冲上去，干我晕了。说好的不动啊！我不动啦、
我就在这边不动，怎样？没有啊，你晃来晃去啊。我不要动，我不动，我不动，我不动。哎呀！他不给我喝水。他在看柯南的东西。飞呀！呜呼呼呼！有搞头啊！送他！哇，跳跳台，跳台跳台！妈，这是我，我串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九分钟。快打完，不要让他进来！没有啦，坏坏，你叫我讲，你坏坏，你坏坏 ，you bad bad， 嗯 ，you back back， 你回来，回来，你回回，八百九，什么残血？你要抓、哦？谁残血？我吧。哇，来了来了，杰哥开始，预备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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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他没听过。他有啦。就是小杰。这小杰的逆袭的歌，他会没听过？你们从前几年也在唱。啊，对。我能不知道吗？不想听过都不行哎。对。问虾米？哇清清江江对大剑有兴趣吗？大剑啊，嗯，其余的大剑，对其余是很有兴趣的，嗯，对大剑要不要收集一下？收啊，经验还不错多。哪一个任务啊？自由任务。狩猎两瓢冰雨中活动任务哦，对不起，太塞啦，在打鱼哦，在打鱼，明明放假才要开始玩魔物，今天就被抓回老家了，怎么那么可怜？我也好想回去啊。啊，挂台，好，感谢你，给你一个赞。波波，哎，寒冰一刀也有200哎。哇，刀400，哇。哎，雪崩，这样怎么弄雪崩啊？你要用魔物去撞它，我是用魔物撞啊，一定要魔物撞，用爆桶没用。哎呀，啊，那它比那个古代树的还废，古代树的那个魔光可以用，可以用那个爆桶。你是说瀑布吗？对啊，那个大瀑布。哎、欸，我想要那个等之后太刀的稿子。哦、oh, ，那个赞呢、欸，超帅、欸！哎、欸，九九的魂，哇，来100等任务，走起！哎呀，80而已，可恶，还有好远啊！放生你了，你还有江江陪你。我怕我明天下班回来已经有他就九九了。不会啦，放心哦，他一天能升两等就已经了不起了，我跟你讲。靠，不要。你要问问他的睡意，那我们让他玩。中午才跟我兴致单单说要来拼100，升个三等就睡觉了。没有，不是我说的，从头尾都是 HT 自己。没有，我说走，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拼100，你跟我说好，没问题，然后就睡觉。这条鱼的白掌好长啊！这条鱼吗？这条鱼的白掌好长啊！对啊，白带鱼呢？
哎，灭尽监视龙。哎，等我，我忘记吃药了，我去拿药。世间龙，世间灭尽龙，耶，世间灭尽龙。世间情灭尽龙。我还不捅你个头！我觉得，我要先去跟他讲话。还敢不讲话？金那猛诺哇！啊，这一只不带心眼猪，感觉是自杀、欸。带个心眼猪好了。为什么他的任务标题是这么浪漫的？浪漫的是，的是。那繁星要开冰与龙跟我们打吗？你先开吧。你先开。活动。那这条鱼不适合进食。三个。那几张？条鱼不能吃。很小。要几张？五张。所以现在是分两团吗 ？Yes。Yes。我们要先去打一百等任务，然后我要继续刷鱼，好厉害，刷完。哎，饭还没吃呢。干，我没有拿水。我还差两张票才能把鱼做完呢、啊。这个任务明知道能发生什么事情了。突然画风不太一样，画风一转，这个就是灌篮高手的主题啊，直到世界的尽头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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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拉太久了，拉过头了，我忘了有几个拉了啦，过头了，好像多了两个哦，对，差不多。忘了吃猫饭。哎、欸，你睡龙的装备还没拍给我看。哦，我吗？你呀、啊，你出团了吗？哦、我现在看，我现在去用。睡龙的装备，我还没把装全部做出来，所以这应该不是完全。哦。先拍给你看。还有力战的。我看到一条，目前是长这样子啦。我，好，吐，我要去四处宣导一下。我开台咯。这边来宣导一下，我开台咯。我开台咯。到处讲，你们这些人给我来挂牌，叫你妹来挂牌，不管。他一来我就喊他的名字。好了，我来了，我要参加谁的？看你啊，看你要打哪一局。哎呦，我心愿猪怎么找到？但是打简单的啊，打监视干嘛？神经病！他直接骂你们神经病哎、欸！是，我就是神经病，我就是病，你有病，我就是笨。哎、欸，啊，好多！才会打监视，灭金龙打这么久，好多钱，好多钱，再来捡。是带掠夺、哦？没有猫咪的，猫咪的。我是监视那条灭尽龙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好吧，我想说有没有没有生命保险可以吃的、哎，结果真的没有。
鹿叫啦，玩三弹啦，三弹战啦，帮我软一下哈，移软，好，移软，及时，及时，及时。所以那只你的金龙伫咧倒位？分头找，分头找。不，我的名医刚起听到，就要开始吃大蕉了。哎呀！真有毒鸡耶！我躲在这边。刚好捡到一个。我刚刚有捡到，那应该在哪里？你有一个，刚刚在那个就捡到一个，我就没有。门口那边嘛。对对对对。好的，门口那边我捡到一个。哎呀，死了！哎，风虚，你打灭金龙的时候是在哪里啊？我是蹭别人的哎、欸。你看沙漠地带，沙漠那边有。是沙漠？对，还在沙漠附近。哦，沙漠。我那时候是蹭别人的，一进去他们开打，我就跟过去打了。我只是想知道他会出现在哪。来，江江，哎、有、哦、在沙漠，在沙漠。江江往这儿走。我看到他了。哎、欸，打消。哎、欸，我们来画画。我被开红了。我看到世间本人了，画个爱心。你看到世间了是不是？我还在捡屎。这是我想摸的吗？雷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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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路。你们去死！在我的爱心上面画上一个刀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你把我爱心毁了。他直接从我爱心中间剖一半呐、啊，我的心碎了。哇！水满了吗？超好笑。谁打了？就看着他跑过去。哎，翼龙。翼龙，给我注意哦！啊，他是吃尸体哦。李高强，哎呦，这样还会不会好下来、啊？我来，我来。OK 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哎、欸，再多一次了。哦，有有有有有有。我明明抓的是尾巴，这跑到翅膀来。好爽呢、欸！漫画了，漫画、欸、出来出来出来！哦呀！我、哦、好爽没、欸？抱歉，没关系，拜托你了，软化就交给你了，全球软化就交给你。好，那我先开冷气。撞！还敢叼烟呐、啊！本人也在盗掠哦。我想说，猫不是已经没了吗？你干嘛？哎，我什么都遇到了。是
死不从容，好像对这是没用、啊。你后方，你后方这个烂猫，要快死了。找到，全部都硬了。哎。感激真的不要在意，哇要排几次，有没有搞错，太爽没？猫咪的闪光是不是？好爽哎、欸！两张。哇，你一次就三张了。谁是三张？他说再两张啊。他说两张。两张，想吓谁？我接，还是两张还不打、啊？那我接了，好。你又忘记戴耳机，哇！那、啊、你不是又要回去拿？哦，尖刺面镜，三金二银，四人三次力竭。我要打 HR 多少？当然是一百啊，傻眼。尖刺一定是一百了。哦，还想尖呢、啊？还想偷称？没耐力了，我看到了界槽，他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可恶！界槽刚刚不是有讲话、啊？有啊，有啊。刚刚界槽还回答他们说在沙漠地区看一下呢。哦，没错。哦，原来是界槽声音啊！哇塞！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呢。怎么多了一个人的感觉？加个药。江江好夸张。还是我去帮你们补啊？可以啊，你们可以，你可以来啊！好好好，九分钟，差两个位置啊，接看接超要不要来啊？要变无声。我要受不了啦！受不了啦！哎呦！哎，是不给我进去啊？好了，进。我想要你的掉落物，撞！哎！好像太远了，应该可以吧？哎呦！可以。哦，我拉尾巴又飞到翅膀了，真的是狗屎判定。
我们有喝热饮，我被刮洗啊！不要飞扑，不要啊！不要下位！快死了！头跟翅膀都软了，作为巴西。给我掉落物了。